还记得小时候吃的红薯烙吗？原来做法这么简单，红薯切成小颗粒，加入一勺白糖，一勺面粉，少量清水，搅拌均匀。油热烫一下漏勺，把红薯放入漏勺上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定型，取出漏勺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撒上白糖、黑芝麻，香甜酥脆的红薯烙就做好了，快来试试吧。